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 我第一次要在澳门看演唱会了，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，真的好期待呀，因为我很想你们。那我们2018年3月3号在新濠影会见面吧。最后在新的一年，请互相给予更多的爱，让我们一起继续闪耀吧。 On Cloud 9 Mini Concert 不见不散。You're no longer here, I realize.